1937年8月的黄土高原，天高气爽，秋意渐浓。王树声手持毛泽东的亲笔介绍信，来到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这时的王树声，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和政治，一边关注着前方的抗战形势。他思索着，如何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何时才能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历史到了1938年的10月，中国的抗战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10月20日，日军攻占了武汉。10月25日，日军又占领了广州。此时，日本侵略者在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策略。这个策略就是，在正面战场上继续保持对国民党军的军事压力，同时将相当一部分力量调入敌后战场，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重点打击华北的八路军，日军回师华北。面对华北抗日根据地日益严峻的形势，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想到了身经百战的王树声。王树声在自传中写道，六中全会后，总司令调我们出去工作，精神很愉快，决心到前方干一下。于是王树声昼夜兼程，抵达太行山腹地的晋冀豫军区司令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地处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南、平汉铁路以西、黄河以北，这里无疑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1938年12月，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的方针，提出今后的任务是，在准备与迎接战争的情况下，加速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组织人民武装，对于王树声这位根基于人民的当年的农民运动的组织者来说，可谓得心应手。1938年的冬天，八路军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终日奔忙在这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中。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这本《华北治安战》中写道，共产党地区最为重视的工作为组织民众，八路军精心加强居民组织，并大力扶植其自卫能力。组织有农民、工人、商人、妇女、少年等团体。妇女救国会负责洗衣、慰劳军属及伤病员等，少年先锋队负责检查通行证、村内巡逻等。正是由于人民战争的烽火熊熊燃烧，日军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次次被击败。1939年6月，晋冀豫军区司令员倪志亮到延安学习，王树声代理司令员主持军区的工作。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作，王树声在自传中写道，代理司令员工作，我与黄震等四人搞得很好，直到白晋战役为止，民兵工作打下点基础，着手搞地方武装了。王树声在太行山，他后来主要的任务就是扩军备战，他晚上还要到地战区去扩兵，到了白天里，这个他不跑这个累和辛苦，
他就训练这个部队。军区一分为二，分别成立太行军区和太岳军区。八路军第129师师部兼太行军区军官，刘伯承兼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兼军区政委。王树声任太行军区专职副司令员兼动员武装部部长，主持军区工作。1940年8月20日20时，华北的各条铁路、主干公路上震天动地的爆炸打击了日军，所以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虎视眈眈。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这本《华北治安战》中写道，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直到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在1941年度，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已经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于是日军向华中和华北增调兵力，使华北日军的总兵力达到30多万。就在日本侵略者磨刀霍霍之时，雄伟的太行山之中，王树声和太行军区的抗日军民为了保卫，正是有了这样强大的人民武装，使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这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中，侵华日军处处挨打，举步维艰。1942年5月，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一次次扫荡未能达到目的后，对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太岳区发动了夏季扫荡，目标直指王树声所在的太行根据地中心区山西辽县。为了粉碎日军的扫荡，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太行军区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留下王树声指挥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内线斗争。当时王树声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后勤工作人员和伤员，共1000多人。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日军，王树声应当如何决策？王树声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敌强我弱，硬打硬拼必将陷入被动，于是决定由辽县向武乡转移。王树声让非战斗人员走在前头，自己则带领正规团在后面掩护。然而部队转移不久，日军的几架飞机就呼啸而来，而且同时遭遇了追击的日军。王树声指挥部队一边向山上树林间转移，一边同追击的日军作战。突然一连串的炸弹在王树声和他的警卫员身边爆炸，一下子把我埋住了。同志们赶快来，一看马已经是死了，他们赶快用手挖这个土，挖这个坑啊，把我从这坑里面拽出来了。拽出来以后，这个我这个活动了活动，哎，还没事。幸运的是，王树声也安然无恙。此后，王树声指挥部队在太行山中和数十倍于己的日军斗智斗勇，最终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1942年9月，王树声奉中共中央之命离开了浴血战斗了4年的太行山，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斗转星移，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944年的秋天。
这一年的中秋节，徐向前关心他的老部下这年已经39岁的王树生的婚事，催促他和未婚妻赶紧结婚。我说组织上没有批准，我不能结婚。徐向前说，我能够证明我这次组织批准了，王树生是我的部下，我批准了。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在这个徐向前办公室的一个房子里面，我们就在这儿就结婚了。这高高悬挂的明月，见证了两位革命者简朴的婚礼。但是，革命者的爱情与婚姻，注定只能是短暂的浪漫和欢愉，因为这是一个烽火连天的岁月。此时，日军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连遭败绩，日本本土连接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被盟军切断。为扭转被动局面，日军大本营制定了1号作战计划，力图打通大陆交通线。于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发起打通平汉路南段的河南战役，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几十万人马，或一触即溃，或望风而逃。仅37天时间，郑州、洛阳、许昌等38个市县接连沦陷，成为日军占领区。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粉碎日军的战略图谋，中共中央决定在豫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战。毛泽东深谙得中原者得天下这句中国古训，豫西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那么由谁来肩负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的重任呢？毛泽东想到了王树生。我们结婚没有几天，毛主席找他谈话，毛主席说，听说你结婚了，怎么不请我喝酒啊？王树生笑到了说，怕主席忙嘛，不好打扰。这一天，在询问王树生生活情况后，毛泽东深情地对王树生说，你们这期党校就要毕业了，你有什么打算呀？王树生表示希望到前线打仗。毛主席高兴地说，好，中央现在就准备派你去开辟豫西根据地，建立河南军区。王树生非常高兴，愿意很快去。1944年11月20日，毛泽东亲自为出发远征的王树生送行。毛主席啊，握着这个王树生的手说，祝你成功。那么王树生说，请主席放心啊，一定完成党和人民交接的任务。王树生带着领袖的信任，告别了新婚的妻子，踏上了南下中原的征程。王树生率部翻山越岭，日夜兼程，经绥德、嘉县，渡过黄河，再经平遥，越过同蒲路日军封锁线，又经榆社、武乡、襄垣、下甸，穿过白晋路，在历时2个多月的千里行军之后，于1945年2月8日到达了横卧于山西南部中条山下的黄河边。那黄河大冰筷子冲的，碰的，滋滋响啊！冰块儿撞冰块儿，那个声音简直响的，叫人一听啊，好家伙，哎呀，这是嘛响啊，头都疼啊！就这么一个渡口，还没有船，你即便有船，也不行，那冰块就给你撞翻了。
面对此情此景，王树生思索着该怎么渡过黄河呢？哎呀，这着急没办法，这怎么办呢？哎，转眼之间，哎，从那边过来了一个老头。王树生望着黄河，不解地问老人：“您是怎么过来的呢？”他就说了：“啊，因为这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水，上面冰块下来，冰块碰冰块，碰来碰去都卡住了，一卡住了，就形成了冰桥。要过，你们赶快过，我给你们带路。”王树生果断地命令部队，迅速地通过了神奇的冰桥。王树生在这个冰桥那里指挥，等着全部人马也都过去了，后卫部队报告是吧，冰桥啊冲塌了。这时候日本鬼子哎也赶上来了，追赶到河边的日军只好望河兴叹，胡乱地向着对岸开了一种枪。王树生率领八路军渡河的神奇传说很快就在玉溪大地传开，沿途的百姓啊就开始都传颂着这个历史上啊有留宿过河走的冰桥，这如今是王树生啊走的，也是真是天顺民心呐 看来我们河南受苦受难的百姓有救了。为王树生开辟玉溪抗日根据地赢得了先声夺人之势，王树生随即拉开了创建玉溪抗日根据地的战果。王树生首先猛攻洛阳，而后就是兵发松山，与先前在这一带率部抗日的皮定均、徐子荣部会合，组建了河南军区。这时王树生又思考着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八路军在玉溪初步立足之后，要想生根并发展壮大，发动群众是首要任务。那么如何发动群众呢？此时展现在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生面前的玉溪是一片惨象。时任河南军区第一支队司令员的皮定均是这样描述的：进入玉溪的行军途中，触目所见尽是荒芜的土地，逃荒的难民，成群的乌鸦大胆地飞到人们的身边，睁着贪婪的眼睛盯住你。当年农民运动的组织者王树生当然知道，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于是，玉溪大地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地运动开始了。什么是倒地运动呢？就是在1941年到1943年，当时的河南的水旱灾情很严重，群众在这个灾荒年代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就卖儿卖女，卖房卖地。当时这地主土生略好，就借这个机会呢来盘剥农民，就是一亩地可以卖几升，几斗都很少，因为土地们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一个根本。王树生的经研究制定了一个倒地政策13条，就是说灾荒年卖出的土地原价收回还给农民。倒地运动的开展使农民们重新获得了土地，当玉溪人民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为了抗日、为了民族生存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时候，他们便以火热的激情、以无限的信任拥戴自己的子弟兵。当八路军成为玉溪人民竞相争取的荣誉。
军挺进玉溪，迅速发展，当然被日军视为心腹之患。皮定均是这样表述当时的情况的：我们这支抗日武装挺进玉溪，使日本鬼子惊慌万分，所以当我们一进入玉溪，日本鬼子就向我们发动了连续的扫荡，战斗几乎天天在进行，并且一天比一天激烈。王树声指挥玉溪军民，用鲜血和生命不断谱写出玉溪抗日战争史上悲壮而辉煌的篇章。日军见小规模的扫荡无济于事，便于1945年4月中旬，日军登封大本营，调集近万人，向河南军区机关所在地嵩山进行大扫荡。日军的策略是，诱迫八路军在嵩山一带决战，以优势兵力将八路军打垮或逼出玉溪。面对来势汹汹、四面围攻的日军，王树声是如何指挥抗击的呢？王树声认为，嵩山的地形不利于八路军回旋，必须跳出敌人的包围才能赢得主动。另一方面，就是敌我力量悬殊，不能以卵击石与敌人硬拼，而应避实击虚。在分析敌情我情之后，王树声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敌进我进的破敌之策，这就是趁日军集重兵于嵩山之际，直取日军大本营登封。当夜，在夜色的掩护下，王树声率部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日军的合围圈，而后向登封急进。王树声率部队到达了登封城下，调动部署兵力，摆出了攻城的架势。守城的日军急忙求援，围剿嵩山的日军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想一网打尽的八路军会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了，而且还打到了他们自己的老巢。于是扫荡日军赶紧回援，并企图与城内守军来个内外夹击，将八路军围歼。日军的这一步棋早已在王树声的意料之中，所以他将计就计，当夜指挥部队从日军的包围空隙中跳出，然后拉起一张大网，反而将日军包围起来。当天深夜，城外的日军紧缩包围圈，而城内的日军误以为是八路军开始攻城，连忙开火，结果自相残杀了。